对，要不要？嘿，要不要？对，哎，要不要？我早可以脱掉了。好的，好的。那个粉色的，哈，粉色那个胶带的地方，哈，可以哈。因为哈，佮你两支翕种青椒的素材啦，就头亚冬昂，哈，骨头的冬昂。这样可以吗？各位大家好，哎，今日所讲的就是牛郎织女的故事，采春牛的旅行，天上就一站，牵牛向韩国，织女向，一两三在天上飞上的相扑，星星在相连，又念念，不然望母娘娘的眼睛，望母娘娘态度。让你放下放心，是苦，还有一张石头变牛相，要放下天，放下天条，放下放心，放忙了个牛郎，牛郎谢谢是青菜哥，莫那莫爱听阿哥阿嫂，阿哥阿嫂对你非常爱听吧，除非一条老牛的是将军对出去。牛郎谢谢在年纪，是七十万的年纪，七大来时过，那刚做总事，六零年是老了的龙牛岗，哎，你两啥是在国度，是在小汉古代，我哪会讲有气力气，就为好闹热，牛龙牛就讲，你今年是去了的必要去。有请多改县府，多改省市，五十将领，封山改县里，让你跳到来，可能要求很热气子。这五毛县里是被五转天堂，牛郎就讲，姑娘，我没反应，你是讲我是牛郎。你搞不爱回去好吗？这五日看也是黑的，你娘家娘家牛郎，这条是大的。问候南岗五日，我都是问在里面。要生就是对待子女，上多也是问在可爱，有的人也在老牛。老两个牛郎讲，我是少年要贵重的，娘不是伤心，你把我的牛皮剥下来，就给你两个金牌飞上天，你将两个牛皮挂在你的身上，娘走在飞上天，两个牛郎要非常的伤心，知道了。老牛好好地埋葬，不然间就空风太脏，就是天堂的帮母娘娘，地的那个织女才方便，分配生育子女，叔叔是殿下，天兵天将，那个祖传那个天大天天堂，牛郎派的大子女，割下那个牛皮。还有外甥，对对对，都是问题对的。帮我娘娘是将来挑上来，今转做了东王八的他，是变的挑来的天后。帮织女才一片开掉，牛郎做一片也开掉，不然电视那个军队。为了一点点存在的那个天，来天教，为何呢？那边的他的挑战，所以挑战天条，不料牛郎织女来相会，天生来羡慕看到，也感觉到心酸，帮母娘娘看到。要牛郎老织女天真的爱情，也感同问一两三。
不应该轻易轻易改想回深蒙台大。感谢感谢，以后常识给他破关精彩的故事哦，你看有想。